据央视7月27日报道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26日下午在天津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，当着王毅的面，舍曼重申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，不支持台独。舍曼表示，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，拜登政府上台以来，美中进行了多次接触，美方愿继续同中方进行开诚布公的接触对话，美国也希望两国实现和平共存，美方无意限制中国的发展，也不想遏制中国，乐见中国实现发展。中美作为两个大国，即便有分歧，也可以通过负责任方式进行沟通和讨论，希双方共同采取行动，推动两国关系改善。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26日与舍曼进行了长达4小时的会谈，对若干问题进行了集中表态。谢峰在会谈中直言，美方的竞争、合作、对抗三分法是遏制打压中国的障眼法，对抗遏制是本质，合作是权宜之计，竞争是话语陷阱，有求于中方时就要求合作，在有优势的领域就脱钩断供、封锁制裁，为了遏制中国不惜冲突对抗。谢峰反问称，只想解决美方关切的问题，只想得到美方想要的结果，单方面受益，既要坏事做绝，还想好处占尽，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。